阿妹，先生，你还给我买了饮料。对呀、啊。谢谢。来，喝一个吧。干杯。对了，伟哥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刚来。你好像胖了耶。是吗？有一点点。来，干杯。晚上住在这儿吗？不了。在这儿待多久啊？无所谓。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离这儿很近。晚上能不能不回去啊？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我？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，我不能对你承诺什么。如果不是心里一直想着你，我不会来找你的。